猪头皮，云南子咸的人，花阿乐佛罗三庙三菩提心者，众生如是心，我应六道一切众生，六道一切众生意，如无有一众生是六道者，可以讲猪头皮，六菩萨。月老像、人像、众生像、寿者像，即非菩萨，所以食何？是菩提，是无有法。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是菩提。吾以温和如来无间定佛说，修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。佛呀！世尊，如我该佛说法语，故如人定佛说，无有法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是菩提，是无有法如来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菩提，有一法如来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人定佛说：“是无我性体，汝有来世，当得作佛，何须伽摩尼？彼时无有法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人定佛无我性体，不是言汝有来世，当得作佛，何须伽摩尼？可以讲。”如来家是诸法如意，若有人言如来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菩提，是无有法，佛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菩提，是如来，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是中，无是无是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，乃是佛法，是菩提。若言一切法者，是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是菩提。譬如人心中带，是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心中带，是为非大心，是名大心。诸菩提，菩萨若如是，若不是言，我当若多无量众生，即不名菩萨。可以讲，诸菩提是无有法名。